我叫洪宇恒，然后我读泰山高中。然后这一题是在三角形 ABC 中，已知 AB 线段等于八 ，BC 线段等于六 ，CA 线段等于六，试求三角形 ABC 的面积。然后因为他给我们面那个三个边长，所以就用海龙公式。然后海龙公式是三角形 ABC 等于根号 S 乘 S 减 A。S 减 B 乘 S 减 C， 然后 S 是等于三边长的和除以二。然后带进去。就等于八根号五，然后答案就是八根号五。